Hello， 大家好，我是小竹啊，我刚从我家来下来，我有带了一只鸡，来跟房东一起吃吧。好，现在我来到家，我来到我和小芬的家了，他们在家。你的头发好看啊，没有好看啊。我带了一只鸡来跟啊你们吃，谢谢你啊。我有啊打电话给一哥和俊哥，可是他们啊说今天他们忙了，所以只有小花来跟我和小芬，我们一起做鸡吃。好的，今天我们吃鸡吧。对啊，谢谢你啊。啊，谢谢你的鸡。小花，啊，你的鸡很大啊。没有大啊，没敢，没敢，两公斤，有两公斤多一点，多一点。差的一步啊。对啊，很冷啊，我家冷吧，所以我给它丢一步。累呀、啊！这鸡啊，这只鸡是我家自己养的。啊，你家鸡很好吃啊。带，我知道你家鸡好吃啊。你弄没盖，光个的弄没盖呀？大吧？啊，大。大。够。够吃，够吃。够三个人吃吧。啊，我听小花说。好久没吃肉啊，不吃鸡肉。嗯，哪天都吃猪肉啊。他刚说。我和你都哪天都吃猪肉吧。对啊，我吃猪肉太多了，想吃鸡肉。是啊。小花，你给大家看我们的鸡了。我都吃了。哎呀，你这个太小了。是啊，我家没有什么，没有啊，哪个大？是啊，没有大，跟一小小。我给大家说，这个吧太小，所以我们换了，这样我们放这里这样煮，也挺好啊。这鸡快熟了，我们的鸡熟了啊，煮了几个小时了。来，好了，给捞杯冰水呢。聊一下。哎呀，没关系。小鸡，这个是我们的蘸水，辣椒蘸水。你那猪猪把这毛呢？吃吧你吃吧吃吧。吃还肉准备考试。哇哦，小花很小花。哇，谢谢啊。小芬，你吃这还是跟我们一起吃鸡腿？我吃腿。你吃腿吗？就是吃小小吧。我吃这个。好。喂，好烫啊，请大家跟我们吃。哇，我的天啊，我的妈呀，好吃吗？辣吗？该中辣、啊、好吃辣，整体的太该了，好烫啊，好吃的吃。今天你好漂亮啊。我刚去做我的头发。好漂亮。好吃哇，好吃。
这鸡好甜，但是肉挺甜的。啊，你家的鸡吧。鸡家养的真好吃。我家还有好多鸡，你们想吃我带来给你们吃。好啊，带回多多来吧。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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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看不见对吗？看不见，我们哪个人都不看不见了，还没看见。那就好。还没看见。现在我也去你的棉味。我最胖了。谁有胖啊？我胖，我胖。你还在写吗呀？写发给我。安白了。我以为你大了。小凡，我回家了，一个人你嫌我吗？嫌，一个人，一个人睡，怕吗？怕不怕？想你想你，跟你睡觉。那你一个人呢？睡觉你怕吗？不怕。啊，怕怕。是怕还是不怕？不怕，请大家吃鸡肉，鸡。我家没了，给老奶奶分家的了。刀，奶奶，奶奶，扔扔你买刀。嗯，我在瓦工跟。别。你刀不跟。别吧，还准备分家的了。哈哈哈。我一个人去辉哥的家，我很孤单。有多人吗？热闹吗？就是没有你，我很孤单。我看我也知道。想哭啊。嗯，不认识谁吧。哟，看乖那一条。那个。哈哈哈哈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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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到爱讲爱，哈哈哈哈哈，呀，冷，哈哈哈哈哈，啊，欢迎来跟我们吃，来，哎呦，来跟我们吃鸡肉，你来家啦？我刚回家了。啊，来跟我们吃。在拍视频啊？对啊。想吃吗？热了就热，冷了不？那么香。吃吧，自己扫，我家养的鸡，哈哈哈哈哈。我以为他忙，是啊，他忙，可是他回去现在中午，现在天黑了吧？我们煮粥，下午的，到现在啊，现在天黑了。什么？你说就是你自己养家，你自己养啊？对啊，我带。从家我来这里。嗯，我想一下，刚好我来。今天你去哪里啊？啊？我去帮我那个表哥吧。安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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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为你是接你的。今天是他的。谢谢这。啊，谢谢，谢谢小文，这是小竹的鸡肉是吧？谢谢你啊。对啊。哦，那么香。这个好甜啊，这个好甜哦。嗯。好吃是吗？好吃吗？这个辣椒好不好？干辣椒更好吃。哎，没有心头怕是吧？对啊，我尝试一下椒好甜。谁的辣椒？小粉的，小粉和小粉的，酸酸辣。嗯，好辣哦。谁送你来啊？今天？我爸爸。你爸爸？对。
ăn xong đừng khóc nha, tại khách quá. Chúc được buổi trưa lắm. Cha chồng. Khán giả thà là bị áo rồi mà. Khán giả. Ai mới ra đâu? Một khán giả. Ơ, xong rồi mà. Chị sinh xong rồi. Chủ nhiệm. Chủ nhiệm. À, chủ nhiệm ngã sân. Tôi quên thà thà cho ấy. Chứ mà sao lại quên thà? À, chủ nhiệm. Chủ nhiệm.我那俊哥有女儿，以前他就很忙吧。知道你喜欢这个。放在以后有机会。是吗？是你喜欢这个吗？嗯，我喜欢这个，我喜欢那个。嗯，真的，你的鸡太好吃了。anh đeo cũng lúc quá nhỉ. Người mùi. Các bạn người mùi được không ạ? Của người tao. Chi là chi là quê tao. Bây giờ phải có lái. Xin ta cha. Khai nhìn chàng của chàng khác. Với cha chứ chú đâu. Quân hiến là chú. À, nhà cha của nếu như ăn thịt Tết có vui không? Như nào được? Như nào được? Cái vấn đề trai. Chứ là một cái người muốn làm trai. Tàn. Nó có thay có uẩn nè, có xảo hứng nè. Chứ là thay. Xảo hứng không có. Không có gì. Không có xảo hoa. Chưa cô tàn. Không có thay mình. Mà. Thay mình tâm mạng. Nó trải là. Trải là chỉ đấu chua, nhà cha.Đi thấu, vô cung chín. À, của bác ta chưa biết là cho nên nó không cân. Đúng rồi. Dầu ít bảy, cung chín mà. Ta mà. À, của hồi tao cha thân nó chưa hảo là tao sẽ... Mình có để mắt sáng. Đánh rơi đi.这样就才好吃是吗？对啊。用手，你们洗手了吗？没洗。没洗。不要洗。不要洗。小猪呢？他回家，就猪宰猪过年，然后回来宿舍嘛，带鸡家里自己养过来。跟我们吃。跟我们吃，请我们吃，真的太好了。带了一个什么？什么东西？人。人呢？我带人。带人。带人回来。带新头发来。带新头发，那小芬，你做新头发了吗？啊？笑啥？不要做，小花，你准备做了吗？我不做了。不做了？我还没做吧？你们看，还不像一样。像，还像一样啊。嗯，做了也像不做。对，做了也像不做，那都剪光嘛，剪光嘛。剪光有盖毛的，有个。来，我帮你做，我帮你们做，不要剪。你不做吗？我做什么啊？做新头发。新头发。看到啊，男生也做，也有个头发很好看。给他成红色。绿色，绿色，白色，白色，我看了白色也，白色啊，我很喜欢啊。那我家上了那个白色，然后朱聚他们说我是老人了，怎么办？没事吧？你要跟他们说都老啊。你还这样说？你看你老了。老了。那是。好了，那明天我就去做新的头发吧。嗯，要做。来，我们三个人帮你做，做给他老老。嗯。快点。哦，这个可以了。好的。我刚好遇见肉。今天嘛，来这里，因为呢，我去啊帮我表哥接老婆的，不知道啊什么时候才回家。但是回家呢，还
还见到他们在吃肉的小猪也跟我说了吧，但是啊今天我忙不在，但是还可以吃你的，吃你的家里自己养的鸡肉，那么好吃。好了，今天我们的视频结束了吧，谢谢大家观看啊，下期再见，拜拜。